横折竖钩，短横轻入指，靠出角，向上扛肩，行笔到位，抬笔，顿笔，向里走，直着拉下来，然后向里走一点儿，拉肩，跪笔，弹风。前面这个小短横要向上扛肩，行笔到位，顿住两脚一平，然后向里走，直着拉下来，然后再向里走一点，然后跪笔弹风，外方内圆。好，横折斜钩，短横轻入指，向下走，抬笔，顿笔，向里走直，然后再向里走一点，拉肩，跪笔，弹风。注意这个短横向下走，顿出两脚一平，然后向里走一点，拉直着拉下来，然后再向里走一点，跪笔弹风，外方内圆。好，笔画横折折折钩。首先，短横向上扛肩，行笔到位，抬笔，顿笔，向里走，然后这儿不可抬笔，下压，直着拉下来，然后向里走一点，拉肩，跪笔，弹风。咱们首先要注意这个短横要向上扛肩，行笔到位，顿出两脚一平，然后是斜着拉下来，然后向里走一点，然后是外方内圆。左斜钩，十二点入指，向右铺开笔毫，由粗渐细，再由细缓慢加粗，行笔到位，拉肩，跪笔，弹风。左斜钩呢，注意这个斗笔要饱满，然后往左下行笔，这个弧啊要写出来，然后行笔到位，写出外方内圆。这个钩呢一定要小，越小越有精神。葛钩，切笔入指，由粗渐细，中锋下行，再由细渐粗，行笔到位，停，然后向上缓慢出钩。葛钩呢入指稍斜，注意写出它外侧这个弧度，由粗到细再到粗。出钩呢指向十二点方向，注意写出外方内圆。好，横斜钩也叫凤钩，短横轻入指，向上扛肩，
行笔到位，抬笔，顿笔，向里走一点，由粗见细，再由细见粗，行笔到位，挑钩。好，短横，向上行间，行笔到位，顿出两角一平，然后往下拉的时候注意不要超出这个线，然后是这个行笔到位呢，写出外方内圆，尤其注意它背部这个弧度，如果给它连上的话呢，它像一个椭圆形。好，金钩，信钩轻入指，缓慢加粗，加粗，行笔到位，向左上出钩。新钩入指呢是缓慢加粗，这里走平，然后上翘，最后向左上出钩。好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感谢大家。额钩，切笔，轻入指，向左变细，行笔到位，转过来压住笔，向右走，缓慢加粗，行笔到位，出钩。好，首先注意这个入指稍斜，然后是渐细，然后这个转弯啊，一定要写好，转过来呢立马压住笔，如果在下面画一条横线的话，中间最低，左右两边呢互有留白，然后呢是这个停出这个外方，里边这个弧度呢，如果整个的给它画一个椭圆形的话，那么它这个弧度呢就是椭圆的下半部分。横折弯钩，轻入指，短横向上行间，抬笔，顿笔，向里走，缓慢的变细，转弯过后压住笔，然后向右走，停，向上，缓慢出钩。这个短横呢要向上行间，行笔到位，顿出两角一平，然后呢向下渐粗，然后是这块转弯处啊，过来之后一定要压住笔，在下面画一条横线呢，中间最低，两边互有留白，写出外方内圆，笔尖呢指向12点钟方向。好，小弯钩，轻入指，缓慢变细，然后是转过来压住笔，收笔稍重。好，注意这个斜面稍斜，然后是由粗渐细，这个呢是个活弯，然后最后收笔呢稍重。我再写一个啊，切笔入指，缓慢变细，转过来压住笔，这个收笔啊也可用提按回。好，左耳钩，短横向上行间，行笔到位，抬笔，顿笔，顺着横下来，拉下来，由粗渐细，行笔到位，停，向左上出钩。短横注意行间，行笔到位，顿出两角一平，
注意这个弧度，左边一个圆，右边一个圆，然后停出下方的这个角，然后左耳呢偏小一点，注意下边的角与上边大概打平。横钩，横笔轻入指，向上扛肩，由粗渐细，行笔到位，抬笔，顿笔，向里出钩。好，注意这个横笔向上横尖略有弧度，这个斜面呢不要太立，注意它的出钩方向，里边呢是个圆。好，弧弯钩，斜切入指，由细缓慢加粗，然后向里走，停，然后向左水平出钩。好，弧弯钩这个外部呢是由细到粗，然后向里走一点，停出下方的角，注意写出里边的弧度，出钩呢水平向左即可。字卡上边的所有笔画呢，至此就是全部都更新完了。感谢书友的双击和关注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字卡上的视频呢正在持续更新当中，视频制作不易，希望您能双击关注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。